今天这饭头子啊，肥肥，还什么意思？呵呵，这啥玩意儿？全是又皮和肥肉。妹子，凉菜跟不跟醋呢？没有，搁点醋，多搁点。行，这纯的东北那个大凉菜啊。对，辣椒油没搁二个。那来，搁完了嘎巴拌，有没有嘎巴？行，拌出来凉菜。今天菜硬不硬啊？嘎巴，这点头发啊。这有剩酱，不用倒了。我尝尝的啊，就什么情况，熟没熟？嗯，哇，真香！你看这儿呢，这辣椒过去。小仙女又来了，这小仙女甜的，你看看，双辣甜蔫的，我来回豆腐，哎呀，怎么样，嘎巴？这就是啊，老香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挺香啊？这白盒吃的。这纯纯东北大辣饼啊，这我是不是想解辣了一下？行啊，谁叫哈石头回来的，嗯，热闹。那把有点超热了啊！打火还行是吧？嗯。啊？不努。嗯。感谢真好。嗯，咋还是不冲？我那天整个六分，这个六分很少。嗯，这样，再吃就来点损事了啊！对呗，来个什么？叫什么的？什么丝来？寿司，就是对寿司，辣白的寿司。什么情况？这个你这凉菜妹子要是不搁白的啥的，就不这味儿啊？对呗啊。嗯，不，他咋急眼了？这凉了，哎呀，这一点都不难吃，看，是吧？太好吃了，嗯。那鼻子，那个，那汗，辣的。嗯。
你这饭你就吃点，你说吃得劲是吧？啊。